其实它没有名字啦。那其实这首歌在阿美族、在卑南族，然后在台湾族，都有在传唱这首歌。那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。那这首歌是我从我的姑妈那边学的。那这首歌我从小听到大，然后就有一天我就跟我姑妈说，我可以学这首歌吗？那这首歌的后面是日文，这样，那大概就是讲说有一个修行的人来到台东，然后来到嘉兰村，然后就大概形容一下里面有山有水，这样子大家听听看。谢谢。
如果有台下的朋友呢，知道这首歌啊，哎哎，有点嘿，那谁的老公那么丢脸呢？哎，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刚刚喊的那位呢，是铁花村的专门在喝酒的童工，哎，好，那。我自己都很喜欢这首歌，那如果台下有朋友有听过这首歌，或者是知道这首歌更多的故事的话，我都很希望你们可以来告诉我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等一下 我先讲讲，你们刚刚在后台的时候话有多多，你们现在给我上台，你连好，你们都不愿意发出来是不是？阿姆不是，是我们在台下讲的话不能听啊。